爬上来了，终于看到建筑了，远处哎呀呀哎呀呀，又看到黄河了，也许可能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黄河，然后一直到银川，具体的应该是最后一次了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如此美景应该用无人机拍，但是无人机没电了。给大家看一看这边的景色，先看这面，最美的是在这里，黄河拐了一道大弯，哎呀我都不敢走了，往下。嗯，还可以，没事儿。哇，用广角拍一拍，还是广角拍的比较壮观。中卫的沙坡头景区我就不去了，然后今天是有点累，然后再加上感冒，我直接骑到中卫市里找个旅店或者是宾馆，然后休息休息，等以后有机会吧，有机会再过来看一看，就是在外面简单的拍一拍吧。元气下坡